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的是技能，我预计是8955。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8955吃出来应该是会变祭司的山姆。我们先为大家测试。这一只是等级8的史莱姆，很奇怪，我不用9去吃，对不对？因为既然如果我们的数据是正确的话，吃出来应该就会是满祭才对。哦，8-9，还要再吃2-5。吃的不行，8-9-5，因为我这一只等级比较高啦，所以我才会用8-9-5的方式去吃。因为数据如果没有错的话，8-9-5吃下去应该直接会变成祭司才对。好，再确认一次哈，8-19-15。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几率暴增，好，但几率暴增就不在我们这次测试的考量内，我只是要去说看会不会一定就是祭司。盾牌10，非常好，我们的测试成功。等到进化之后再为大家测试双子的部分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